야. 来到彰化西湖糖厂，绝对是必访的景点之一。园区很大，除了可以散步外，更有许多蒸汽火车可以参访，还可以带小朋友体验一下复古的五分车。35分钟的车程，可以饱览西湖周边的田园风光。此外，还有糖厂特有的饮品可以品尝，是个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的地方。来，我们先去看那个蒸汽火车，那个就很老旧、很老的火车，这个大概100年前的火车吧。好，去站在前面看，要不去站在前面？阿成跳火车舞啦，快点！嘟嘟。没不嘟嘟啊，嘟嘟。哇，这好复古哦！它开了之后会冒很多的烟哦。604蒸汽火车，快点，弟弟快点，弟弟快点。好，要请枪，请枪，来一杯，开始。哎，梅布，你怎么又绕回来了？好啊，走过去啊，走过去，我帮你们拍照啊。好，一个人我用就好了，来，轮流轮流，好，你先，改变轨道，啊，你去没力气啊，绿巨人浩克，对啊。还没到吧？火车要经过了哦！火车来了，火车来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要来坐10点了，我觉得。挥手。哇，超多人的！因为他先开过去，然后车头再换过来，后面再往后开啊！耶，上车了！好害羞。哦，他们来看火车了，来看我们的中央公园，西湖中央公园，挥手。啊，西湖镇是位于我们彰化县地理中心点，幸福一带。航运首先在6至6.5大半时间，日本人将航运首先在加装之前燃料所中。其中也是为了战斗机来使用。还要开走喽！
好，啊，这边这个园区的话，听警察人现在目前不太让过来啦，都是自己人打。我现在在香车，还是我们好回家。糖厂的周围还有中央公园可以顺游，公园占地广大，以火车为主题，游乐器材众多，更有宠物的活动区域，建构出适合小朋友及宠物的共融天地。哇，厉害！好了，可以溜了。波波，你敢溜吗？你要拍照？好，那你坐着，我让你拍。你再一次，再一次，爬上去，爬上去。从哪里爬？这里不是有那个爬网？哇，行吗？行吗？好，波波溜。波波，这个你不行玩，这个太危险了，这没办法，你没办法。啊，你等那个姐姐啊，先等等，抓上面，抓上面，对，抓上面。好，快成功了！哇，成功，好高啊！你要挑战哪一个？哇，是鸡吗？还有超大的草皮，可以让小朋友尽情的奔跑哦。狗狗奔跑区。哇，这边有各种水管、攀爬工具给狗狗玩哦，好帅！荡秋千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1座荡秋千，好。脚伸出去啊！哎，小心啊！脚伸出去打直。我送你去这里，待在这里我帮你拍照。哎，你待在这里我帮你拍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等我啦。来啊，小心哦，跑慢一点啊，不要太快了。好，溜这个。啊，等溜啊。好。